昨天买的加制鱼，中段用来清蒸啊，中蒸鱼秘方大公开啊。第一个，蒸鱼酱油、鱼露、泡泡剂，然后少许米酒，一点点的蒸鱼酱油，鱼露用两瓶盖，泡泡剂用少许的，这样子放进电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鱼蒸好之后，上面用一些葱花，然后给它用热油滋一下下，哦，香得不得了啊！好，加制鱼，完成。